你今天30多度，你山長水遠叫入嚟做乜嘢？知道你喜歡吃花生醬啊，特登帶你嚟呢度噶。你知唔知依個花生醬啊，又唔肥，同埋自己整噶。你對我咁好嘅咩？係啊，行啦。剛才那個花生醬真的很好吃，是不是可以自己整的？當然了，如果不是帶你來做什麼？今天我們請了花生醬大人寶玲教我們整這個花生醬。 Hello， 求你了。現在就剝好了花生先，第一個步驟。那我們現在就剝這些。咦，是不是你做啊？應該喂，肉啦！喂 ，sorry， 現在打到花生衣和肉分離之後，之後做啲咩？我知道，啲西衣，非常。哎，交俾你啦。由我，好咯，好咯。可以大入少少。咁呢度一樽嘅份量，我哋咧儘量係有少無多。完成咯，自家牌花生醬。耶、yeah ！喂，做嘢啦，認真啲 ending 好唔好啊？做嘢啦，我唔好嘥嘛。得得，搞掂。Cheers！ 花生醬果然係要配啊。哦，嗯，好咩啊？嗯，爆唔爆啊？有噶啦 ，OK， 做咩？有咩食？有咩？其實咧，我都有自己做住結糖嘅，咁你可以試一下。我哋翻返嚟工作台前面啫喎，歡迎大家嚟到都市閒情。我哋點做呢？我哋開始啦。好。是很用力的，是的，其實有些力量，等我來了，是的，你會掌握得，你得嗎？你得我都不得。哎，哎呀，好，撥曬落旁邊。唉，冷靜冷靜。係，喂，佢真係好重，好有圍巾啊。撥曬旁邊，跟住咧，跟住就撈勻佢啦，用你嘅方法。唉。點算啊？係啊！真係嫁得出啦，雖然冇人嫁，冇人娶。喂，做乜嘢兩個啫？你嚟啦！爭獨立。係啦，嫁得出啦，嫁得出。嫁得出啦！我勁開唔試粒，嚟嚟嚟。正唔正？嫁得出啦！好煩啊！個海講咗幾多次啊？又識整花生醬，又識整釣魚糖。喂，山長水遠入嚟係咪都值啊？唉，算你啦。又食又拎啊，走啦！